还是希望就是比较精彩的比赛还是交给比较正经的解说。有其他解说在吗？有的话上来接个班什么的。哎，我听到了，但是声音很小，您是哪位？您的声音太小了，这样够不够大？这可以可以，这够大了对吧？够大。您说这声音很，听声音不是本地人啊。那你是哪里人？我广东的。您是哪位？那我还是不要告诉你地址比较好，因为最近那个是吧。不是，我这一个礼拜没上来。小弟乌鸦。哦，乌鸦哥是吧？哦，你好，你好，对对对，不要叫我哥，不要叫我哥。哦，没事，我就这么一说，你也别往心里去。乌鸦之前好像有上过麦的是吧？好几个月，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哦，我还想欺负一下新人呢、啊，感情。我才是新的是吧？哎呀，你这个对吧？咱们不要搞这么多辈分的东西好不好？这搞不清楚啊。哦，那今天怎么有空就是在线上来跟大伙儿？喂，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声音？喂，测试。测试。喂。今天由我来进行解说。我已经关闭了 YY。所以没有人能够上麦，除了我。
听一下音量。还行啊。在没有了干扰的情况下，我的 OB 和解说会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一路走来，本届比赛从一开始的筹备啊，到组织，然后到开赛，其实我们组委会的话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这些都是后台的，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那组织比赛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那么由于我们的啊，请了这个国内著名解说，我们的朱指导啊，来作为我们组委会成员之一。另外的话，还请了我们的有丰富 SP 那个 SPL 不是 SPL， 是那个国内那个比赛叫什么来着？原来的啊，国内星际联赛吧，就是组织经验的八 BB。和我是三人组委会。而且我们有明确的分工啊，我们朱指导主要负责这个选手的邀请联系，八 BB 主要负责星际技术分析裁判啊，我主要负责 OB 直播。那比赛开始之后呢，我们的组织和 OB 以及是赛况直播也是有不是特别完善的地方啊，但是比赛也打了出来。那么目前来说已经是进入了四强。四强选手有 Loop， 一位非常猛的人族选手，他曾经打过星际二啊，比赛的经验应该说是非常的丰富。然后在他之前的比赛里，我们看到他显得是，我仿佛看到的就是那种稳健。之前一直说的人族选手要出成绩必须是稳健的一个选手，稳健的一个特征。然后他的比赛就是显得非常的稳健，有一种大智慧，或者说掌控比赛的一种能力。然后四强之一另一位就是我们的 Boss Terran， 国内老牌的一个人族选手。Boss 这名选手的话，应该说也是其实成名是比较早的，然后国内的大小赛事也都有参加，而且也有不错的成绩。那么在星际圈来说的话，也是口碑还是非常的好啊。我本人的话在线下接触过他一次，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可以交的朋友。另外的话还有两位，分别是杰斯大
J-Star 这名选手的话真的是老将啊， J-Star 他的战术战略应该说是国内神族里面无出其右的啊，可能他操作不是最厉害啊，运营也不是最好，但是他的闹钟最准。这就导致了他的比赛，就说他像那种战术流选手的话，他的比赛啊，他的一个风格让对手防不胜防。他自己是一名有非常丰富战术经验的选手，所以的话往往看到我们比赛，他如果制作了一个战术的话，对手很难防住啊。J-Star另外四强的最后一名是我们的战魂，战魂啊，一位年轻的老将，之所以说他年轻啊，他因为他年龄年轻，之所以他老将啊，那是因为他比赛也是经验非常丰富啊，特别是他的操作是非常的优秀啊。之前我们看他，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场比赛，就是在梅西上战魂打登哥啊。当时我们登哥被称作梅西第一钢，正面的话战魂丝毫撼动不了登哥，但是我想说的但是，我战魂的提速运输机是非常的猛啊，靠几次骚扰的话，几次骚扰把登哥的主矿二矿的农民全部杀光啊，登哥最后无奈打出。这场比赛印象我非常深刻。先测试一下网速，之前我们用的平台是 9SL 的这个911比赛平台，那么考虑到安装方法还是有点困难的话，我们后来改用了腾讯平台。那么腾讯在国内这个平台应该来说还是不错的，流畅度还是可以，不管是电信联通互联网速可以啊，没有任何迟延。那我的声音大小是否 OK？ 那本届比赛的话，我们的奖金安排啊，冠军有3000元奖金啊，虽然不算特别的高，但是我觉得啊还可以。那么，而且我们制作了一个奖杯啊，奖杯。到时候会送给冠军选手。那么话不多说，下面进入比赛第一场。好的，比赛开始，对阵的双方是 ZO Loop 以及 Boss Terran。好，映入在眼帘的就是我们的 Loop。 Loop 哥，五点。Buff 哥啊，是在七点。
说回比赛，那么断路器上的 TV7 我们其实在平时的直播里也看得非常的多啊。断路器上 TV7 的特点就是，那么由于地图比较大，前期利用雷车的机动性的话，有时候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所以很多选手的话他会选择爆雷车。爆雷车是一个很好的打法啊，我们看到有某些选手两矿单 BB 二矿之后，他可以出到五重攻啊，迅速的补到五，哪怕停一下农民，然后就开始爆雷车。只要雷车在前中期能够压制住对手，那么中后期就是非常好打啊，雷车满满雷，然后对手甚至都很难出门。好，这里看到 Loop 哥是率先拉出了 SUV 进行探路，但是方向上似乎已经出现了好侦查，中间看看要不要放大招，因为 TBT 确实兵营的话啊，这个位置可以放兵营，如果是兵营放在这里的话还是非常的有效啊，是一个 rush 的打法啊，我相信 boss 也会看一下。好的，但是我怀疑刚才两个 SUV 好像是没有能够碰面，也就是说 bus 现在并不知道 loop 的点位， loop 这里率先侦查到了 bus。 好的，侦查上有一个先手的优势，但是这里也是蓝并卵的优势，双方都是同样的一个开局，但是 loop 哥这里先放下了气矿， bus 哥这里还没有放气矿吗？那么由于点位上来讲，我觉得这么早探到的话 boss 哥也应该会知道对手是在对点，所以赶紧啊，是在近点，所以赶紧啊，这个就是有点任性啊，这个探路有点任性。这里一个 SUV 的话放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着对手到底是有没有枪兵的前压，看一下双方重攻的一个速度。为什么同样的开局这里感觉 boss 哥的重攻为什么慢了这么多啊？由于可能是 loop 哥他的气矿比较早的原因。哎，这里为什么能够让 boss 的 SUV 是上去，难道这正是一个请君入瓮的打法吗？两个枪兵没有能够好好干活啊。但其实这个侦察也是蓝并软，并没有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只不过这里的话 boss 稳坐起见造了一个 bunker， 这个 bunker 可能损失一下经济，但是前期我感觉他没有停农民的一个运营的话并不影响他的一个经济。路普感觉对自己的气体要求非常的高啊，率先二气已经是放了下来了。而且现在为什么 boss 不选择兵营飘出去呢？这兵营其实并没有作用，因为看到对手的一个重攻的时间的来说的话，就算第一个时间出雷车，你到你二矿的话，你的雷车也应该是出来了。好的，没有飘的原因就是他出了双击场，双击场 boss 出招了 boss 出了双击场啊，这个双击场可能会出极效，但是并且感觉飘的位置好像似乎仿佛直挺挺的就来到了这两个机场的旁边，应该能够看到，应该会强行的飘进去啊，这枪兵是打不动的，枪兵并不能够把这个 BB 给打废掉。
好的，看到了，你这个双机场还没有出一个飞机就已经被我们 loop 发现了，发现了，发现了，而且你现在升级隐形，赶紧造一个 BA 啊，造两个机器人，一个 BA， 感觉 loop 这个防守无懈可击啊。啊，路普哥是五点啊！我再次强调一下，路普哥是五点，因为我跟他设置的是结盟，看到没有？我跟他设置的是结盟，路普哥是五点啊 ，boss 哥是七点，啊 ，boss 哥的他的一个飞机来了，但是起不到任何效果，赶紧逃！隐形啊，隐形逃走了，还好还好，没死。S 就是修一修，又是一条好汉。哇，这里竟然还直接造了 BT， 他感觉是想节省一下雷达，节省雷达之后就正面就可以推了，因为待会儿绝对是不会怕你的影飞，他有两把雷达的一个保存，又一架影飞，会不会打掉啊？已经是干掉了一架影飞，那么这是 First Blood。啊，路夫哥，这里应该是有还有一把雷达。但是这里你没有开视野的话，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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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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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里视野上来讲还是 boss 的视野比较好啊，又死掉一架影飞，这两架影飞感觉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啊。好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boss 他的一个视野，把上 BB 飘过来的话正好有一个视野，而 loop 他的 BB 是掉了的啊，掉了之后的话，他重工第二，接下来的重工会补得慢一点，然后正面的视野也没了，虽然有一个高地优势啊，这里应该说是半开的一个优势啊，因为这个地方没视野的话也不太好。往前架，好 ，boss 现在非常的大胆，boss 这个时候已经直接是开下了三矿。其实这个正面啊，感觉比韩国选手开的还快。一般看到他们，其实啊、护住之后才开始开。啊，反正星际的话，打的就是一个字，偷。我偷成了，我就是优势。啊，一把雷达，我感觉是应该是 loop 撒了一下他的兵营区。然后 loop 这个时候看见，哇， loop 正面进攻了，直接是看到你这只有三个坦克，这因为前期我们看到 boss 的坦克还没有完全补起来，这机器的坦克死得很快，啊，这两个坦克已经是红血，正面 boss 已经没有坦克，正面 boss 告急， boss 这两个坦克还在外面游弋，但这个时候我们 loop 有三个坦克，三机器人，这个坦克的话可以从下方绕过来呀、啊，哎呦。啊，在这一瞬间之内，我们看到 boss 是补出了三个坦克啊，救命的啊！补出了一个坦克，然后两个坦克回防，这是救命的三个坦克。但是你接下来你这个三矿已经是被 loop 侦察到了呀，这个三矿怎么护呢？进来来护吗？啊 ，loop 这里打得非常灵动，所有的兵力又直接一收，手起，这样的话不仅是能控制 boss 的三矿，而且是可以。防止你出门，这样是形成一个扇形包夹。哇！哎，这三雷车别跑啊！三雷车，哦，这里已经过来救援了啊！我们看到 loop 的救援也是非常的及时，但是你这 SUV 跟着雷车跑是什么鬼？好、哦，打飞掉 boss 的一个三矿 ，loop 这里把自己的三矿开出来，感觉 loop 有点小优势了。这里留了一个坦克，其实我就感觉打吗？正面突吗？我感觉正面突有机会，你这个三船运输机全是满的话，加上这个地面正面有可能突破这个。好、啊、又来两个雷车啊，这两个雷车能够杀到几个
啊，这一波出来感觉这个地雷是看到了，但是陆匪好像还没有反应，这三船运输机应该是满的，有货，如果打飞这个三关的话，双方经济又变成持平。哎，走位非常的飘忽，雷达在撒，他感觉打三关还不能够满足自己，他直接要投到关键的位置。哎，投这里无法理解。好，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压着我门口，好的，我也压着你门口，看谁恶心谁。看谁更恶心，看谁能恶心到谁。哇，六个运输机了。好，我们看到 BUS 其实是他是停了影飞的，停了影飞，他其实节约了很多的气体，然后造了大量的雷车，雷车也是很节约他的气体。所以这个时候啊，正面这个路费感觉有点怪啊，为什么我的正面被你压住了呢？路费的地雷埋得不错，整体来说地雷上来讲来形成了一道弧形的包夹，路费根本哎这里啊，这个采气的农民少了一个，路费哇，这正面坦克数量有点多啊，路虎正面想突围，但是哎呀，这数量有点多， BOSS 也是稳稳的先把自己的三气给开出来，而且这一波哎，但是你这坦克数量不够啊，啊，应该是在运输机里，但这一波运输机感觉啊，雷达撒着走，雷达开路走这个位置，路虎应该能够看见。好，绕过来。啊，会不会被这截头？啊，这个雷要命了！这个雷直接炸了一个坦克。那这个高地的话也是投的非常的好。六架运输机的机动性确实强啊！直接是粘住高地的位置，双方的雷达在打个不停。再看看兵力的和对手兵力的一个走向，啊，感觉要突围了，上去了，但是它是一个高地啊，有很多 miss。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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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雷要命了，虽然是突围，但是损失的兵力还是有点大。好，这里 BOSS 是运输机修一修。这正面你看这三个坦克的一个杀伤，两个三个六个，这坦克赚翻了。但是这个运输机每次出来都被地雷看见，也是有点蛋疼。这里不能来了，不能来了，这边不能投了，回去。好的， BOSS 听见了我的召唤，他回去了。但是你这里有个雷车，感觉控图上还是路虎做的比较的好，路虎给把自己的四矿也已经开了出来，加强了正面的一个，哇哇哇，这运输机走位太飘忽了，就走到这个位置，我感觉直接投高地也有可能啊。这里路虎这里有点慌了，正面拉出来 SUV 想破这一波，但是这一波还是数量还是非常的强，而且大量的雷车杀伤了大量的 SUV。 这一波投下来应该是一个选一个兵力的交换啊，兵力的交换，这一波还是被解决了，不过也是杀到了对手的一些兵力。整体来说我觉得 BOSS 得突围啊，你的正面我感觉你完全可以突围啊，六，我这不是六架，1、2、3、4、5、6、7、8架运输机，土豪啊。反观 Loop 已经是正面集结了大量的兵力，准备把这个坦克解决掉，突围之后，那么已经是这六个运输机打哪里呢？是正面，哎呀，
好的，路普，看着你这个三框的防守还是不是特别的好，是六个运输机投哪儿？投这里吗？还是投这里啊？这里只需要两个雷车就行了，然后全部兵力投这儿，把路普的三框给投掉，投掉。双方那么又平起平坐吗？哎，运输机多就是好啊，他运过来又运过来几个坦克啊。把这里投下来擦掉了一些农民，哎呀，效果没有把这个矿钻掉，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卢普自己的一个四矿运营的非常的 happy， 大量的运输机赶紧必须得有所作为了，如果想把对手打痛打伤，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投出冰点，其他地方感觉效果已经不明显了。如果把四矿打飞，就算把卢普的四头就是从这绕过来把四矿打飞的话，感觉作用也不大。来把，虽然说是这个矿没有气吧， boss 也可以开一下，还得钱也好的， boss 这个时候非常的被动啊。啊， boss 这个时候只有一矿了， boss 又投这里，这封不住啊，投这个地方，因为路普哥还是可以从下面绕过来的。啊，路普利用经济优势已经爆了如此多的影飞啊，感觉这一排 boss 已经撑不住了，可以倒数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赶紧打个电话给 boss 啊，先积积吧，不要影响心情。啊，路普又开一矿，哎，心情变好了啊！看路普哥心情变好了之后，有空转转影飞了。单矿真的撑不住啊，这经济开这里，这里可是很悬的，这个是一个基地矿，而且地雷也看见了，哈哈，双方反正雷达的话我基本上十秒是听见一次啊，毕竟不是韩国的专业 OB 能够次次把雷达都可以看到，感觉雷达塔的精度率是非常的高的，撑不住了，基地要爆了，已经爆了，这里投下来也没卵用啊，只有两船一艘 boss 狗爷铲铲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矿，只要被发现这个矿就防不住的。路普这个时候两攻 boss 只有一攻，这里只有一架坦克，往上一架就行了，我感觉可以。哎，又出了这么多机器人，好怪啊，我觉得兵力上选择上也有问题，你前面爆了大量的雷车，后面又出大量机器人，这坦克呢？ PVP 的英雄兵种才是坦克啊，爆这么多雷车爆这么多机甲干嘛？爆这么多机甲，刚才那个路普的一个影飞又全死光了，机甲难道正面怼过来吗？可能性不大呀。
单矿的 boss 还在这坚持。这一波，这个运输机可能会把 loop 吓到一下，但是这运输机里不可能全部有货的，因为你没钱了啊。这运输机如果全部有货的话，说不定还可以。现在利用小操作来搬的话，这已经不是靠操作能够搬回来的一个劣势了。好，就看什么时候 loop 给boss 最后致命一击了。哎呀， boss 穷的这个主矿基地都飘过来了。这坦克数量差距有点大呀。这里有一队坦克，这里也是一队坦克，面对的就是 boss 的 boss 这波。你这里还有两个坦克吗？五四三二一 GG。 啊，这一盘一开始我觉得还是选择上，就是策略上的一个选择上吃亏了。影飞的话 boss 哥没有沾到任何的便宜啊，他的影飞双级房的影飞，而且被一开始就被 loop 的兵营看得清清楚楚。那这种防守的话就非常轻松了，防住之后一路 loop 是扩大自己的优势，利用在你门口马起长城。我感觉 boss 他需要看一下自己的 replay。我今天的声音是不是很好听啊？有观众说我今天的声音和原来不一样。好的 ，ready。第二场，地图来到了 match point 赛点。二人组。好，我们还是跟 loop 哥结盟啊。好，存在上方的就是 loop 哥，然后存在下方红色的还是我们的 boss Taren。boss 还是存在七点。boss 你要反抗啊，不能老是躺在下面。啊，观众朋友们，把你们的棒棒竖起来，让我看到你们的棒棒。啊，刚才一盘有观众问为什么不去投主矿，而投主矿确实可能有那么一丝丝的机会。不知道为什么 boss 没有做这样的选择。好，走一走，这个小走位还是不错的，看一看家里有没有什么猫腻。
好，入口这个地方大家都是并行开，然后可能会把二矿放得比较早，上路器点位上来讲比较远，赛点的话也一样的，就是两点之间的距离是非常的远啊。这里 boss 感觉对手想要放大招，探得非常的勤快。双方的 SUV 也是错过了碰头的机会，都是走了一个大弧线。boss 直接把兵营飘了，继续教训了，上一盘就是兵营被飘，兵营被对手看了个几朝天啊！这次的话我直接早一点飘，而且 SUV 也是看着你。哎 ，Loop 这里感觉要被分气矿， boss 有没有会哦？没有， boss 这个时候感觉应该是钱并不是很多啊。看到了这个对手的一个开局的话，感觉 boss 也应该迅速的放下自己的二矿，然后啊会先出一个雷车来嫖一嫖，让你造一个 bank 浪费钱的玩意儿。好快的兵营啊，好，果然造了一个 bank、啊、这个 SUV 也没有挂，这个 SUV 还是要绕一下，因为待会这个 loop 它的操作非常的优秀，可能还会哎更新验你一下。我就是说加油，哇漂亮，路普感觉手非常的热呀。但你这个 SUV 感觉是鸵鸟啊，现在是一个鸵鸟政策啊，看不见我，看不见，看不见我，你现在飘在天上但是看不见我，我躲在这个角落里。我们 loop 会不会有这个意识，感觉看到对手开奥矿可能会没有这个意识防引飞啊。但是他侦察到的话，我感觉他应该有这个意识，因为正常来说你双重攻也已经可以放下了，有这个钱放双重攻，他应该会有这个意思，我判断他应该会有这个。没有吗？没有看见 VA，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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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loop 的 SUV 也是绕了一圈呀，只看见一个重攻，但是这一个重攻，哦，不是银飞，是机场。好的。因为影飞杀农民实在是太慢了，机场直接投四个雷车进来的话，杀农民太快了。好，哇，这一盘正常的优势上，我感觉，我感觉还是没有做好啊 ，boss， 你这个兵营只飘到这里，离这个机场还有一定的距离 ，boss 哥，我再打个电话给你，赶紧往上再飘一下 ，boss 哥听不见我的召唤吗 ？boss 哥还打得有点小心谨慎呀。这个兵营第一次都已经送掉了，你就再送一个兵营，怕什么呢？两个雷车，三雷车可以，三雷车正好是进去，四雷车好的，四雷车进去可以大杀特杀。这一个坦克，这个坦克救援速度还是不，哎，埋下雷再进去。哎，只有一个雷，这几个雷全埋在正面了，感觉你要如果想打得更偷一点，这雷全埋这里，路普这里只能是拉农民走了。好，这几个地雷直接限制了路普的一个救援，而且坦克已经被炸了一下，哇哇哇哇哇，杀农民杀得好爽，5 2 1，哇哇哇哇哇，这快10个农民了。12个，哇，12个，这是什么一个天大的优势了？哎，还接走了，耶，小燕。这一盘局势反过来了，看到 boss 这个，啊，
这个小长城围得多好看，还能再搞一个十三。好的，啊，这一盘，哎，再进去吗？进进出出的，路虎有点忍受不住啊。反正这个地方就一波投进来也是看到了，有进攻数量。哎，路虎这里感觉前期经济上确实啊，这一波被骚扰之后经济上有点跟不上趟，所以这个机场的话也亮得比较慢。这个机场已经做好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有长影飞。哎，但是存在的隐患就是 boss 没有造 BA， 没有造 BA。 好的，烧起来 boss， 这个时候烧起来蹦。哎，打字儿 啊杀一个，杀一个走。哎，然后这两个坦克还加弄不到，还浪费你的操作。收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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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人走人，漂亮啊！影飞暴露了，影飞暴露了， boss 应该造 BA 了，但是一个影飞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影飞遇到了三个影飞。好在双方都有雷达啊，我觉得 TVT 就应该这样打，就是说你始终是先快对手一步，这样就比较的好。哦，这也能炸到，我不信啊！哇，这也能炸到，坦克带 bug 了，要削弱，这你妹的！他炸到了这个水晶上，坦克瞄着水晶在开炮，这情何以堪，导致路虎这个时候就也没办法，坦克不可能从这个地方挪到这里，这地方位置实在太小了，所以只能从外面过来救，但是遇到了大量的雷车还有影飞，路虎这里非常的被动啊。哎，你有机甲的呀？机甲来呢？机甲人呢？啊，这也行，感觉确实 boss 对这个地图以前打过很多次，所以理解非常的深啊。这个地方我从来没看过，直接选择坦克加这里的，这个位置简直无法救援。哎，可以加这里救援是吧？但是我相信 loop。并不知道这里可以救援，正面你想突破的可能性非常的小啊，这地雷都看着呢，你出来的可能性出来就是意味着就可能被包。啊，路虎也是想一点一点把局势搬回来，两个地雷的话已经是被 boss 侦察到你已经出门了，但这一波坦克虽然是有七个之多，但是无法突破这些雷车呀，这雷车万一怒之下就是在你周围拉屎啊啊啊，无法忍受啊，这真的无法忍受，这坦克太远了， bug 一般的存在。好， boss 这里把自己的三矿开一开，非常的开心啊。如果无奈只能开一个没有气的三矿，
没有挂运输机附件，你是不出运输机。bus 的开矿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我四矿也派了下去。啊，路破可能想突破正面，但这兵力并不是特别的多。来，来，没法，雷神没法突破呀、啊。这波坦克架在这里还是扼住了咽喉部位，应该说，绕矿没法踩，真是非常的痛苦。而且这真的这三个坦克没法，杀了半个单位，两个单位，三个单位，十三个单位，真的是没法救呀！这个地方三个坦克真是太恶心了。好的，这就要控制了。VA， 现在才放 VA。Loop 的攻防是比较快了，一攻啊，这个我们 Boss 的 VA 才刚刚放，正面想突破的可能性啊，不能说是零的几率的话，也只有1%。好，路布这里解决到四矿位置的地雷之后，把这些四矿开出来，慢慢的稳往后期稳着打。但是这一波影飞又会给你造成一个突然袭击啊，这影飞感觉越来越多了。 Boss 这里显得非常的稳健，防空照一照。哎，你还要照个枪兵吗？我不信啊。哇，这兵力有点多啊！这个雷车也过来看到了，直接上来，给你来个饺子围杀。啊，好在是没有人跟让 Boss 上坡啊！那 Boss 一旦上了坡，要站住这里的话，就不是一团，真的四方也被闪开了。但是四矿有两个口子的，下方还有一个口子。啊，路布选择是兵力回收来吃一波狙击的坦克。这路布的坦克非常的多，感觉这一波有机会，而且一个坦克出钱清火力，不错哦。这一波我觉得打得真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聪明，非常聪明。啊，这就是体现了当年游击战的战术。但是。啊，当年游击战是怎么说来着？就是打运动战，打围歼战，形成局部的兵力优势，然后围杀敌人，围歼敌人应该是。这波影飞的话。这波影飞数量还不是特别的多，数量还不是没有完全起来。如果是数量更多一点的话，效果会更好。这里还没有解决啊！哎 ，Boss 也忘了这里撒雷达了。Boss 可能在这个地方被轰出后，可能会想起这里也要撒一把雷达。太恶心了！这四个影飞的话，已经是匹配了四矿的一个采集。这里才几个红血的坦克，都是红血的，都是红血的。坦克运输机过来送死。没办法，双方在多线，雷达几乎是撒个不停。看一下呀，
这人族就是有这点 bug， 我觉得坦克你都已经红血了，为什么不冒烟呢？这暴雪设计有问题，这坦克红血之后看起来和正常坦克一样。这龙骑没血了，它还会……龙骑没血了，好像也是和正常的差不多。得设置血条啊，我觉得星际下一个版本必须设计血条，不然的话无法显示我们微操的一个优势。好在这个气矿还在采，气矿在采就非常的舒服，就可以爆出大量的坦克加机甲。我又想到了，我又来了，你又被恶心了。Loop 始终是少量的兵力扼住咽喉部位，然后把自己的四矿开出来往后期打，还能打 Loop 还能打。看一下攻防吧，我感觉 Loop 的两攻还没有好吗？你这个双方都是一攻，双方在这个地方加强兵力了。这个地方感觉加强的意义不大呀，这个气矿踩踩就行了，踩踩就非常舒服。而且这个矿理论上来讲是 loop 的，现在也被 bus 占了， bus 也就是凭空多占了一片气矿，也就是说意味着它可以双机场引飞，可以爆得非常哇麻将牌，我看了好恐怖啊。现在这一波主力就是说打哪里是一个问题，双方的雷达真的对呀、这个坦克早就应该架过来了嘛。好、视野没了，再飘过来再打掉啊。现在 boss 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意思啊，人口已经一攻一防，人口显然毫无疑问已经是200了，但是他攻不进去，人族的防守能力真的太强了。咽喉部位的坦克加了之后，意味攻击就意味着大量的损失，两攻坦克已经好了，你这一防并没有卵用。好，就看这些影飞能不能突破点什么东西了，影飞还是有，哇哇哇哇哇。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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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地方只是一波交换，双方的后面的后援部队还是非常的足的。boss 的坦克数量，路布后面路布的兵，这个坦克阵型也不错，双方无法雷池一步，算了吧，这里收工。我感觉 boss 这个地方钱那么多，可以爆大量影飞了，也就是说可以造大量的机场，开始造影飞，用影飞把对手彻底的终结。这影飞可能有一队了吧，一队啊，但是还不够多。这气矿踩得非常的舒服啊，这气矿不知道还有多少气，可能只有一半的气，这气都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也就是 Loop 它的在血晶上是不吃亏的，就是吃亏了一个气矿。
大量的机场，可以。这里一个黄点让我感觉很蛋疼，老是以为路虎在这里有一个兵。这正面，路虎你不会想突破正面吧？你雷达看看对手的坦克，这里有一排之后，后面还有一排活动的，这里活动坦克随时可以上下的。你看，这个时候雷达就是不停的看着你坦克，你往上我也往上，看你往下我也往上下。正面突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后现在的话 ，BUS 利用经济优势开始爆影飞。这刷塔克还在这儿。突破吗？来试一试啊，试一试。好，路虎要突破了，这一波决定成败的一波。如果突破失败，就意味着本场比赛失败；如果突破成功，还有机会往后期再打。感觉突破了，往前进了大概两个坦克的身位，三坦克的身位，无法再往前一步。这失败了，我宣布。哎，这一飞。这还是逃一逃啊，还是失败了，这个矿打不下来啊。那还在这愉快的踩着气体，哎，好爽，气体直接过来，有本事空中踩啊。这一波路虎冲，路虎正面啥都没了，正面只有一排地雷，就是只能往后去挪了。大河的话，你现在数量还没起来啊，对手可以起，马上两队影飞，给你两个大河颜色看。现在数量起不来，大河的战斗力也不强的。当然 ，TV7 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就是。在钱多的时候，你爆影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后期，像这种平矿、地图上矿比较少的，还是出大河比较好。所以我个人建议的话，BUS 爆个两队影飞之后，就可以也开始转大河，否则影飞消耗太快了。BUS 这个时候看一下，大概一队半的影飞左右的样子，雷达在闪。还想突破这里啊，路虎也知道自己的命啊，自己的命就是在这个六点半的位置，我必须要有这边矿。虽然说 BUS 这里只踩了气体，但是他控制你也踩水晶啊。啊 ，BUS 的钱踩得非常的快啊，这个地方水晶已经干了。啊，路虎这里，这里钱也不多了。哇哇哇，这农民数量多的霸主。影飞，这里有两队影飞，你好，哎。出来就一个照面就死了，你这，哎，刚才这没打出来，嘟，但是没打出来就死了。大额炮发炮时间太长了，一个大额如何戏耍两队影飞，路虎给我们演绎了。大额后面再造，但是真的钱不多，看得清楚楚，你还有两家后续大额。好的，咻！啊，这里打，哎，
啊，影飞太脆了，你这槽操作厚的一下嘛，不要这样送嘛，优势太大也不能送的这么厉害。这片水晶是新的，这片水晶是新的，这些气体还能采些，看一下是冒出来是不是小气。哎，怎么不冒气啊？还是大气吗？这应该是小气吧。小气，这个气已经光了，这里气还好。好，这里来了一波雷车，但是雷车没卵用啊，没卵用，真没卵用，这里杀不到任何东西。好，这是一片假的防守，假的没有雷，这雷车引飞去解决就行了，感觉 loop 已经快撑不住了。没钱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这些雷车被影飞赶得到处走啊，地图这么大，没有我容身之处。啊，反正这里水晶也踩干了，恭喜吧。啊，这里彻底断粮，路普哥彻底断粮。能踩气了。没啥用啊。啊，这大河是过来赚了两个坦克。气体还在踩，这个气矿的气体都快，我感觉快被踩干了。好了，等你打鸡鸡吧。洛伯的可能现在的想法就是，哎，我体力好啊，我跟你再打一个小时。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有点耐心啊，这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两个大河无法逆天啊，开炮啊，真无法逆天。现在路口已经没有进去，感觉路虎的确实水准还是非常高的。前期虽然是被这个空投雷车，然后骚扰那波之后啊，劣势非常的大，劣势非常大之后呢，他还是稳扎稳打，一度是把局势慢慢是扳了回来。只是这个地图确实水晶太少了，如果是断落器之类的地图啊，还有其他水晶可以开的话，我觉得局势真的不好说。好，现在来到了第三场，地图是 Andromeda， 还是跟 Loop 结盟。好的，这就是一个钱多气多的地图。好的，终于我们的 boss 单身做主人来到了上几位啊，这就是 boss。
我先预测一下，这个地图会打到一个大大大后期，时间会长达一个半小时。很有节奏啊，我没感觉到。人族的音乐确实很有节奏，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人族的原因之一啊，必须加个之一。啊，这地图仙女座和段路奇一样，中间是可以造兵营的，所以过来看看有没有大招。这个过来看的是我们的 boss 哥的侦察意识还是非常到位的，没有大招的话我直接裸双了啊，哥不客气了，哥绝对不客气，裸双远点， boss 优势很大，看来 boss 知道自己优势很大，还能造你一个气矿，造不造呢？造不造无所谓。啊，路夫这里也是侦查了一下中间之后，绕到了下方。啊，他这个侦查非常的缓慢。非常开心 ，boss 非常开心，这一波，哎呦，特别讨厌这个玩意儿，听说会把它点爆，飞走了。好，路布这里侦察到，哎，你太嚣张了，裸双，无法忍受，我枪兵要前压了，他可能，哎。啊，助攻还没有下，洛布这个时候并没有压制的一个 timing， 甚至洛布的助攻竟然比 boss 还晚，比裸双的 boss 还晚。你他是先放了二矿，然后先放了气矿，然后再放了二矿，然后再放了一个助攻。这下的话，而且 boss 连。地堡都不需要造，这正面有个 SUV 看着你，司令说这图一小时前都铲不完，你说的没错，中间，哎，中间还有这个，这局图应该不会打成平局吧，因为中间这有这个矿的，这个矿可以造成那个倾斜，爆雷车了，气体都停了，哇，这刚才停了一下气体，造了三重弓，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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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拿的是玩具枪啊，一点都不给力。哎，哦，这两个枪兵过去打自己的菊花了。优秀的选手就要有这个意识，先把自己菊花给打开，以免被别人打开时会有不润滑的感觉。啊，路本虽然前期吃了一点小亏，
但是他是能够接受，大丈夫能屈能伸。这四重弓啊，还要不要脸？BOSS， 你这人品败的！我说你人品败了吧，你败了人品之后，你看对手的两个 B 就完美防守，本来这一波还是有机会，竟然杀了可爱的大熊。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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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飘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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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右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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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得太慢了，往下飘，往下飘，往下飘，这地雷。好，这个 BB 在掉血啊。啊，这个 BB 快没命了，在没命之前 ，Loop 赶紧补下了四个重弓，现在双方都是没命啊 ，BB 都掉了。好的，我不相信点不爆的。好，比赛开始了十分钟，那么离本场结束，本场比赛结束还有一小时二十分钟。马子三矿已经是拍下。BOSS 开始造下了雷达， Loop 这里雷达早已经好了， Loop 选择是正面，感觉你地雷很多，他就选择出了一个运输机，走位飘忽的干活，不要让敌人发现，悄悄的。正面这些雷车吸收了大量的伤害啊，这些坦克飞机有点机会。Loop 这里运输机两个坦克可能是会导致他正面还是有点危险，这两个坦克快爆了，爆了，爆了，正面没坦克了，有两个坦克想去富贵险中求求求求，有可能吗？但你正面他对手有这么多兵力啊，你怎么防啊？你两个坦克取得不了太多的优势啊，加在这里确实很恶心，但你正面怎么办？这两个坦克可以再继续往前架一下呀，看看这 BOSS 这里如何解决这一波高地的空投。BOSS 刚才坦克其实可以干冒进一点，冒到这个位置，冒到这个位置直接是炸掉这个二矿。BOSS 解决这两个空投啊，没有能够收起来，还是慢了一步。毕竟这是 BOSS 的老家呀， BOSS 家里可是有大量重工的。好，这一波上了还是取到了一定的效果，是 BOSS 至少损失了大概1000块钱。没有气啊， Loop 这里有钱没气，钱踩得非常的欢，只有一个气矿，没气了，没气了。那 BOSS 这个三矿开得非常的舒服，然后你看采集
哦，一瞬间两个坦克没有骑士，哇，这亏大了呀！洛普这里两个坦克分别炸了 BOSS 的两个坦克 ，BOSS 的两个坦克骑射了洛普的一个坦克，这样导致洛普的，而且 BOSS 的运气比较好，刚才是没有灭死，所以洛普的第一大坦克直接是死了，然后第二个坦克也死了。刚才是运气，纯粹是运气 ，BOSS 的运气。开导矿，对呀，有导矿，这茬我怎么没想到呢？但是你掉个 SUV 下来呀，你不掉 SUV 下来是什么意思啊？这我气矿又没了，我现在又呆机了。现在战神对面一定要给你突来个强力突破。boss 这些坦克的话可以，感觉在家里放的时间有点长了，可以出来了。啊，出来了出来了，反正在你突破正面之前我始终压着你，就是压在这里，你永远出不来。好，果然两个 SUV 下来开矿了，但这个矿你的机器呢，赶紧飘过来呀，确实很缺气，看到没有，这是多么的缺气，气矿已经是造下了，然后再捞再运一波 SUV 过去，运一波 SUV 过去，再用两个坦克过去，这里没坦克的话是不行的。boss 三个气矿踩得非常的舒服，大量的机甲加上坦克可以出啊，一个运输机翻不了风浪啊。boss 这里都四级场了，你一个运输机真的翻不了天，一个运输机干脆就别投了，一个运输机投出去也是送，正面无法突破的节奏啊。人头这里，对面已经被 boss 完全封死了。Lube 这里选择把自己的一个三气开在导矿上，导矿的话，现在 Lube 又是三个气，哦哇，四农民还是五个农民在开气啊？他这个时候三气又重新获得了，但是他打出了机器，感觉正面被封了之后非常的郁闷，这心情上感觉受到了影响。其实还可能还可以往后期打，后面打，当然机器的概率还是非常的高。好，感觉得休息五分钟了，这个我都满身大汗了。预告一下，这个今天还有一个比赛啊，叫伪荡路啊，伪荡路。这个不知道两位主角有没有进入直播间，就是韦德和荡主的波舞啊，据说要打三排红图，两排断路器。这个比赛是由我们西门预约的啊，这里先预告一下。
那么现在四强的两位选手 Loop 和 Buzz 正在打，那么还有两位选手是 J-Star 对阵战魂啊，比赛时间是明天晚上8点啊，欢迎大家届时打开电视机啊，收看我们的直播。这为什么？哎，好的，请我们直播间观众朋友们送出你手中的棒棒啊！让我看到你的棒棒。哎呀，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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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第四场比赛来到了美杜莎。还是跟 Loop 结盟。啊，这几盘感觉 Buzz 运气比较好啊，都是出生在上方点位。Loop 出生在下方。啊，不对不对啊，这次看错了点位。这个 Loop 出生在上方， Buzz 出生在下方，打一下点位。好，再确认一下结盟的这 Loop， 非结盟的是 Buzz。哎，这届比赛地图是谁选的呀？你们都老是选一些有菊花味的地图，我表示无法理解。美杜莎没有高地，没有高地的地图。感觉还是对选手前期的这个操作啊、运营啊，压力比较大。这种地图还是适合正面压制，跑雷车。这种三人图的话是天然的不平衡地图啊。三人图的话怎么说呢，地图因素上来讲还是尽量做到平衡，但实际上的话每个点位还是各有特色，还是不是特别平衡。
比四人图相对来说是差那么一点，但是正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来讲，因素上来讲的话，就是哎，这跑错位置啊，路夫。所以话说回来，就是有时候靠运气获胜也是胜利。这就是我感觉两人见面之后好比亲吻了一下。本来大家都是右键过去，发现右键行不通啊，于是便吻了一下。用英文来说就是，本来是想 passing by 的，但是最后是 kiss by。 哎，好，雷射快出来了呀，看看屁股后面有没有开矿。双方应该会出到两个雷射，感觉都非常有研究啊。开矿开在这里，变糟了。这 boss 你隔塞打牛啊，这也行。路过直接开下了二矿，两雷车打一雷车，赚三了吗？赚了一雷车。一雷车有点危险，得拉两个 SUV 来修一下。 boss 这里已经在偷偷造影飞了，但是这两个雷车感觉有危险啊，一个雷车还干不过的，这雷车要挂。哎，这两个雷车要逆天，两雷车要杀到一些 SUV 了，我感觉。哎，好在哇 ，boss 急中生智啊，这个里面没有 boss 附件没有出坦克，出坦克就糟了。还是赚了一点。这个雷车可以回去了，上来吗？哎，上来，上来，上开姐你的机场了，漂亮！开姐机场也没有造 BA， 啊 ，BA 在造，没事儿 ，BA 可以一起放。二矿已经造下，这个时候 loop 的二矿是比较早的，可以拉农民进行采集，经济上并不是特别吃亏。啊，就算被你引飞骚扰的话，经济上也不是特别吃亏。引飞看能骚扰几个农民了。进来打飞机，路夫这名选手他的防影飞的方法是造防空啊，感觉几盘遇到影飞之后都是开始选择造防空，我感觉这个想法也是挺别致的。差了几个？四个，一个，五个，能不能差到六个？啊，差不到。五个，五个的话，我感觉差不多。啊，前期双方互有骚扰，经济上差不多，并没有赚。这一盘的话，我们看到路。是选择三重攻啊，这个命运要掉。 boss 的话选择是双重攻坦克， boss 正面其实已经有大量地雷了，压得有点凶了，一个坦克直接压到这儿，然后一架，感觉就是非常有气势啊，在架在这里就是说
这记牌啊，这记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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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在中兵营掉了之前补到四重弓，好的。这一盘主要问题是，就是路虎的菊花位是对着 boss 的，所以 boss 的攻头非常方便，马上就来了。boss 的攻头非常方便，接力再来一波呀，接呀。这就非常的蛋疼。路本因为刚才他是普送功夫的快，但是停兵的事实上，所以兵不多。哎呦，有进来可以炸到水晶啊！哎呀，这几个雷车迷路了，这几个雷车迷路了，那就慌了呀。这几个雷车迷路了，好的，这个雷起的住，好的，救下来了。这几个雷车又来，又架起，反正架哪个位置你都非常蛋疼。如果这里被骚扰的农民都停止建造了。这几个雷车终于反应了过来，这几个雷车会不会逆天，直接是走向了对手家里溜进去，急速的 埋下雷。但是这里 boss 刚出了一个坦克，刚出了两个坦克，有点，所以说嘛，今天真的 boss 运气非常好，这就是无法预见的事件。对，感觉直接要走远了呀，这个菊花位太蛋疼了。这路虎的兵呢，两个雷车看到了，拿出 SUV 防守，感觉直接要 GG 了，这菊花被捅的。救了下来，但是他又来了，一而再，再而三，他又来了，好疼啊！boss 太坏了 ，boss， 好喜欢搞这种。飞，开视野。干脆别修了吧，这个街就放弃吧。豹子觉得开三气去了，啊，也现在在奥矿位置。我就说这个地方别造任何东西。他又来了，六十，这下已经是两船运输机，看能不能截一个。救不下来啊，仨坦克从这里上来才可能救下来。是，这是第几次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姐姐，
好的，恭喜 Bus 进入了四强啊，进入了啊决赛，不是四强了，说错了。恭喜 Bus 进入了决赛。那么再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八点是 JSTAR 对阵战魂，啊，双方决出另一个决赛名额。那么陆虎哥也不要气馁，这个虽然输给了 Bus， 但是还有机会争夺第三名。接下来不知道主角来了没有啊？主角，那个，我联系一下我们的档主和韦德，或者说我们西门帮我们联系一下。